盲选帅哥挑战六，哎，开始选吧。这次该我先选，我就要先选，我必选一号。二号这个肌肉我真的很，我就选二号。二号看着很壮实，就感觉可以把我举起来。我就跟你们说一句，三号很有房，看到了吗？你整的好像一二号没房似的。你二号看着猛男，一看就是这个。啊、这份人撤吧，这不是咱们该选的男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过年的不要让人失望啊、哦！来吧，一号。哦，这个电脑我知道。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，冰冻我的心。那你这小伙长这样咋不好，咋糟蹋自己呢？咋？哎，不说这个，你还有脸上？我给你跑进去啊！神经病！阿豪，哦，我的猛男。私のすべてを支配してくれよ。マスター。想办健身、嗯、我跟你说，你玩左下角游戏可以领2000多的福利呢。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啊，你从左下角就内测专服，领了礼包码以后每多升一级都能多领3块钱，那赶快换来去办健身卡。带你一起。我也不行，我不需要。三号，这里是缅甸北部。哦，这个音乐我知道，缅甸北部公主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小鬼的小公主。啊，啊、这里二号也不亏，毕竟撞嘛。抖音。